与胡歌甜蜜喂食拥吻的他，深夜发了一张照片，让人唏嘘。是花痴，胡歌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换的对象，真是喜欢了很多年。不是因为他帅，而是感觉，对，就是感觉。大家常说的感觉对了，什么都对了。当然帅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养眼吧，这个女孩的笑容是多么的天真。她叫江疏影，两个人在合作旋风十一人的时候因戏生情，后胡歌在微博上公开了恋情，两个人开始甜蜜的撒狗粮了，让我们对这位情侣充满了期待。2014年胡歌和江疏影公开了恋情，两个人在机场甜蜜喂食，还拥吻，并且走进同一家公寓，甚是幸福。可是两个人的爱情只维持了一年就分手了。传言说胡歌妈妈都是上海人，看到江疏影的照片让他很不舒服，所以不适合。